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钱，今天来在这个大连开发区啊，来吃一个海鲜大咖，咱们尝尝它的味道怎么样？看一看啊，这个海鲜大咖里都有什么海鲜？现在这个大连的天气是越来越冷了，光吃海鲜有点寒。阿钱呢特意带了一瓶好酒啊，朋友们看一看，名酒根哥大一坊功成名就，浓香型52度啊，那个好酒配好菜，走起吧。但是看这个装修非常不错啊，走，看看，来看看菜牌，有什么菜？啊、哦，还有蛤蟆虾、血肠，啊、哦，海鲜，这就是属于海鲜大咖了吧？是不是？以前大饼子都是满的啊、哦，什么沙锅菜啊，什么蛋子啦、小鸡儿啦，现在全空了啊！现在怎么说呢？影响啊，都知道什么影响了，是不是？点菜，服务员来，看着大生蚝，哦，这个是大虾，然后里面还有鲍鱼。然后这个哦，里面还有这个啊，大脊骨啊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好菜必须配美酒啊！咱们打开尝一尝。嘿，哇，闻着都特别的香。看看这酒花。再看看酒线，拉丝呈现，一米高都不带断的，真漂亮。哎呀，有大蛤，又有肉，有海鲜，哎呀，来了，蒜蓉、生蚝。哎呀，再来一只。嗯，看看，哎呀，鲍鱼，来一口鲍鱼。嗯，哎呀，太爽了！尝尝今天我带的好酒，嗯，果然是好酒啊！这酒的沉香太美了，入口柔顺不辣，哎，回味太香了。这酒是我一个老朋友送的，没想到会这么好喝，价格还不高，以后就喝它了。最近世界杯期间还有额外活动，12月3号以前下单功成名就，并订单备注冠军得主，猜对额外再送下单数量的6倍。再来一杯，好喝，冬天喝它没得挑，喝完整个人都暖了，还得接着搂啊，哇，一锅只需138，朋友们你们看值不值？值的话给扣个一。哎呀，还得吃鲍鱼啊！这鲍鱼我是最喜欢吃的，特别的筋道，特别的 Q 弹。嗯，这个是我的最爱。吃虾比猪皮大补钙，嗯，这个菜必须得来一手了啊！哎，大肉，哇，嗯，特别的软烂，哇。哎呀，太香了！这个大虾我还头一次吃呢啊，有海鲜，有丸子，还有肉啊，哇，嗯，好了，朋友们啊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儿了，吃的非常非常的好，喝的也非常非常的棒啊，下期再见，拜拜！但是我没吃完呢啊，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拜拜。